来，试试我拿两个。这怎么样？这不错。你有这个。嗯，棒球帽。那这个给面条。Okay. 我太开心了，我还没有到十二点，然后我今天的运动目标就已经完成了。我做了一个热身，然后做了一个臀腿，然后还跑了三十分钟的椭圆机。做完之后给我做早饭吃。和大家分享一个我最爱吃的早餐，最爱的一个选择就是你打两颗鸡蛋到你的碗里，然后你就把豆浆给它倒进去，鸡蛋不用打碎，然后放在微波炉里面热两分半到三分钟就好了。很多人说鸡蛋豆浆不能一起吃，但是好像我查了下并没有这样的说法。这个是我们重新再加工的麻辣苕粉，我们用了他们自己的粉和调味包之后，我们自己还放了一些菜，像肥牛片啊，然后还有昨天吃火锅剩的一些涮菜，又加了点料进去。自从我买了这个高架子，我的照相机就可以非常完好的放上面。继续第一步，打我们的这个妆前，用阿玛尼的这个气垫。最近感觉皮肤有在慢慢的好转。我觉得今天又可以是一个阿玛尼彩妆品的开箱了，因为我前两天丝芙兰打八折就买了很多他们家的东西。他们家最近新出的口红我买了206和415，205我找了一下我们这边还买不到。嗯，今天就想用这些和大家分享一下。天哪，我这个脸没有口红真的太没有气色了。然后我刚才已经化完妆了，现在和大家主要来开一下我买的这两个口红，然后大家可以看两个颜色。做这一支是415，这一支是206。然后第一次打开啊，给大家试一下。我就是感觉他们的那个试色还有描述都很好看。这个是206，这个是415，都很好看哎，我觉得。就有可能这个相机是不是大家会觉得上面稍微有一点点偏紫还是怎么着，但是我自己实物看的话，它是非常偏棕色调的一个颜色，就是秋冬兔特别有气质。大家看，就这样子看好像有点偏紫，然后把颜色这样子是不是就好一点。这个就是大概是它的真实颜色。然后这个是415，哇塞，我今天涂206吧。我过会儿得需要修一下我的这个嘴型的，先看一下颜色，好看。而且它这个颜色的着色度我会觉得不是那么的浓郁，所以说涂完之后就不会显得你的整个妆感很重。刚去 Costco 买了两束这个花，这个是郁金香，大家肯定都认识。然后这个应该是蔷薇吧，然后它就是看起来会像那种小玫瑰。我又要开始进行我的插花创作了，但我需要买一个那种花农的那种剪刀，然后咔咔咔可厉害了。今天和大家分享一个我们觉得非常好吃，但同时也不是说像火锅一样那么 heavy 的火锅。然后主要的这个锅底它是用番茄和洋葱做成的。放一般的这个炒菜油就好了。差不多了，然后我们把这个菜。那这个袋子。现在这个锅里是冷水下的牛杂骨，这里面让它再熬一会儿，然后我们就可以给它加热水。然后我们来加水，一壶水都加进去了。然后呢，我们现在有一步操作，就是把这种比较耐煮的东西，比如说像白菜根儿，还有豆芽，给它先提前放进去。这样子的话，过一会儿这个火开了之后，就首先就可以有东西吃了，就不会等着说，哎呀，我还要等多久才能吃到东西。接下来我们进行到一个比较重要的一步，就是这个汤其实是很清淡的，所以想用这个汤有一些味道，
就可以放一些大概煮肉的东西。这个红辣椒很重要，它是这种小泰椒朝天椒弄的，然后你放多之后其实整个汤还是挺辣的。这个肉大概焯好之后，我们就拿冷水给它洗一洗。然后我们最近掌握到了一个小诀窍，就是这个肉你不用去切它，你直接把它放进去，等它煮熟了之后拿剪刀给它一剪开就好了，这样子你就可以不用把你的案板弄脏了。我现在来切蒜，最重要的香菜，先是生抽、花椒面，花椒面真的是一个灵魂。然后香油，香油的话它就会吃的特别特别多，它的底基本上是由香油组成的，但是像我的话就是会加那个汤。就是我们的油泼辣子，那你带它出去汤。最后一步就是我们的白芝麻，这个就是我们的两个蘸碗，大家可以明显的感觉到哪个是我的吧。蘸完里面放了一点汤汁，就变成了这个样子。牛带着实体上来了，对，真的太好吃了。然后因为我们之前的牛杂骨已经焯过水了，所以其实稍微煮一煮都可以吃了。然后里面还有豆芽啊、白菜都可以吃了。同学们，托尼皮又上线了，今天又要给他去剪头发了。我要吸取上次的经验教训，然后争取今天可以剪得更好看一些。我觉得如果再剪得好看了，我们家又可以自己买一个，然后下次就可以给你做教程。准备今天在阳台上来进行这项运动，不是啥，这项运动，这个活动，所有的家当。哦，你别动啊，我给你剪一个洞。你这就是暗网的视频，跟你说。这样子。看这烟好热呀，这样。事到如今，我已经完美的把她的头剪成了一个锅盖头，看起来像不像一个小姑娘？秀禾，秀禾。远了，那块好像有一个豁。这样呢？嗯，你需要发蜡，快去问 Mario 借一点。这样。还行，整体来说还可以。我们下午出去又采购了一周的吃的，然后在韩国超市买了一个，这个上面写的应该是部队锅的意思，我们准备今天晚上吃这个，顺便和大家 review 一下这个好不好吃。上一次大家有说，就是我们吃那个牛杂骨的时候，然后小刘同学没有忘了把那个金针菇切了放进去，我当时真的是我也没有发现，他也没有发现，就感觉我们俩真的是活的，但是我们吃的确实很香，就感觉我们俩真的生活的好粗糙啊。给大家看一看这个里面有什么，青椒，这些是酱，然后我知道了还有香肠、年糕，哇，它里面有一包面呀，老公。哦，这个真的是依了你的心意了，还有我准备把这个生吃了，吃一包那种辛拉面的感觉，对。嗯，这个就是里面有的东西，有年糕、豆芽、蘑菇，还有洋葱，这一盒泡菜，好，这些面，还有一包香肠五花肉，还有里面还有点叫什么呀，香肠五花肉午餐肉，对，
哎，对了，它那个部队锅的水是不是会要求比较少？哦，对，你这个有点多，舀出来一点，它那个感觉刚好没过菜品。怎么样，我摆的、嗯、你的那个五花肉估计得多煮会儿。嗯，你今天拿出来一个吃吧。刚才就边运动边觉得说，作为我们女的真的太辛苦了，平常非常注意吃的，然后还要各种运动，感觉就是这个减个肥就很难很难。对于这种男的，尤其对这个男的来说，他现在都每天基本上不怎么运动，只要稍微少吃一点，那个体重就哗哗哗的往下降。他咋了？但是现在每天在家跟他待在一起，他想吃他正常的饭，我又第一是又特别馋，第二吃了之后又会长胖，所以我刚就是边运动就边想出来一个怎么样，就是我们可以共同吃差不多的饭，但是可以达到一个我是来减肥，然后他是来正常的效果。我们今天的第一顿饭就是西红柿鸡蛋面，主要就是青椒点缀一下颜色，里面出一个辣味儿。然后呢，西红柿，还有鸡蛋，鸡蛋我准备泡成蛋花，所以里面调了盐跟花椒。然后所谓我的健康版本就是他会吃白面，然后我会吃这个意大利面，因为意大利面的话，其实大家都知道就是比较健康的一类食物，而且因为它是低GI食物，所以你吃完之后你的血糖就也不会说立马攀升，嗯，它还是很健康的。是在吹的肉吗？差不多。一点橄榄油就可以防止它这样子溢出来。准备给我们再做一个沙拉。刚才有看啊，我非常喜欢的一个博主的视频，然后他有做那个一天吃什么，然后看到他做这个沙拉，我顿时我觉得，哎，这个我也可以做，哎，就感觉从来没有过这样的搭配组合，但是想一想应该是挺好吃的。然后所需要的东西就是一个胡萝卜和一个苹果。嗯，大家就可以用这个刮皮刀，然后把它洗干净，直接就是把胡萝卜给它刮进去就可以了。但是我觉得这个菜估计就不太适合于那些不喜欢吃胡萝卜的人。然后我们来削苹果。然后我现在准备来调这个酱汁，我就准备调非常简单，会放一点橄榄油。我发现这个花椒面可以这样用，你就给它拧拧拧，然后它就会进，它会在这个里面，然后你把这个盖子过会儿一打开就好，这样就不会害怕你说你拧到这个外面。我觉得人家有可能就是这样设计的。然后我很早前买了一个这个，从来没有用过，然后我觉得今天可以用一下。它是 basil and sun dried tomato， 这个应该是我在 Whole Foods 买的，其实这个应该也是橄榄油之类的。我闻一下，没啥味道。Anyway， 就这么一点点吧。然后我最后会放一点这个红酒醋，我觉得就差不多了。让我来尝尝味道，需不需要放盐？哦，好酸！我做了一个沙拉，我要请求你尝一下。哦，看着就好吃，有萝卜皮。这不是萝卜皮，这什么东西？你摆的？苹果啊！苹果？你连苹果都尝不出来？你一看就是个不吃苹果的人。调了东西吃不出来了。好吃吗？你觉得？好吃，好吃。这个是给他下的面，然后我们上周在中国超市买的。这个面还挺好的，就特别粗，特别硬，然后特别符合我们对这个面的喜好。面条，看你下去了。来，快看。面条，把面条下了。哎，面条吃。我们的午饭就做好喽，给大家看一眼，
这个是你的，或者就是小哥的，你是一碗麻食，给大家做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开箱，然后其他的东西在这儿，哎，我就坐在这上面吧。我今天收到了我从淘宝买的东西，然后转运过来的。第一个我买了两包这个，大家看非常非常搞笑，它是抹布，因为我觉得我们家就是抹布用的还挺快的，嗯，基本上就是大概用个小一个月或者说两三周，感觉啊不太干净了就把它扔掉了。然后美国这边其实说实话买这种东西还挺贵的，然后反正也没有什么重量，然后我就在淘宝上看说有一些那个评价还不错，然后就买了一个，这一包是六片，两包是二片，然后买了一个耳饰，这个耳饰是舒舒同这个牌子，其实这个牌子美国也有，但是我想买的这个合作款的颜色它在美国没有卖的，我就在淘宝上买了之后寄过来，它是舒舒同和这个一个合作款，然后它非常非常非常好看，给大家看。它是一个这个叫什么呀，丝绒类的蝴蝶结，它这个想象的比我想象的大，我以为就是一点点小小的一点点，美国这边有卖那个黑色的，而且其实买下来也比国内贵，所以我觉得在国内买就这样。就我觉得有时候比如说虽然说它是一个红色的丝绒，好像看着比较喜庆，但是如果夏天的话一身衣服都穿得非常非常简单，然后配一个这样的耳饰还挺好看。然后另外一个，大家看这个是不是非常的古色古香，我打开大家肯定会笑话我，我买了一个，这个叫什么来着，这个叫什么刮金棒还是什么，就是最近特别流行那个。我是前两天看那个范冰冰的小红书，然后她又写就是平常的一个眼部护理，然后我就有看她用这个东西，然后就每天拿这个头就这个样子。老公，我准备把这个东西贴到我家墙上。哈哈哈哈，背面好，背面。然后还有一个，哎呀太搞笑了，然后我们家就可以开一个江湖郎中店了，蒙古大夫。还有什么，哦对，买了几件衣服，我先给大家分享我在那个Revolve 上面买的，买了一件耐克的 T 恤，其实买了两件，只不过我买了两个号，一个 S 一个 M， 我以为它就是一件简单的白 T 恤，因为我特别喜欢它前面的这个耐克的字样，我觉得就简简单单，然后你其实外面搭配一件西装什么的穿也非常非常好看，但是没想到它是一件连体衣，就是我买的时候就是这是我的一个毛病嘛，就我买东西不会特别仔细的去看，买的时候会比较的快速，然后就是刷一下就买了，买了之后回来有时候我以为这么小的东西买回来那么大，我以为那么大的东西买回来那么小，然后就是这个样子。买了两件打底衫，然后它的这个牌子我相信国内的人应该都知道吧，叫做 Delivery， 然后一件是这种粉色的，然后还有一件就是他们家特别怎么讲，就是特别标志性的这个，但是我觉得我好像下单的时候又下错了，我收到了两件，就是我好像是我很久前就把一件加到购物车了，但是我就一直没有发现，然后那天买的时候我又加了遍购物车，然后结款的时候我也没有去注意它到底多少钱，然后就收到了两件，而且它当时就是 S 码 M 码都没有了，我就买了 L 码。它最后一件是一个黑色的裙子，然后就是特别特别宽松的那种，然后是我在淘宝上买的。收到之后质量还挺好的，给大家看一眼，上面是这个样，然后下面就很宽松，然后还挺长的，然后这块有两个特别大的口袋，改天穿了给大家看吧。
好。那以上就是我今天收到的一个包裹，然后开了个箱，然后所有的东西都是我自己买的。我们今天晚上准备吃烤肉，已经有一个多星期没有吃过了。我来准备东西，哈哈哈。鸡腿菇可以切薄一点，然后不需要很长时间它就可以烤熟，还挺好吃的。然后这个人他觉得就是烤这个东西也特别特别好吃，准备给它切成菱形吧。你们看我视频越久就会发现我其实是一个非常大条粗糙的人，就我其实不太去追求这种细节上的东西，就怎么切个这个都能有这么多感悟呀。其实没有，是从我下午开箱买东西而得来的感悟。那么被我们从超市买回来的一颗新鲜的，然后搁在冰箱里搁成蔫了，可以给它先泡一下。接下来是我们都非常非常喜欢鸡蛋，三颗就够了，然后给它加一半的水，不是一半，一倍的水。因为这个人去遛狗了，所以现在切肉的重任就在我的身上。我一般切完肉就会立马洗这些东西。为什么不穿雨衣？没下雨，就是草地是湿的。来，一只来自贫民窟的狗狗，走，我们去猜。我再过那一次，你看他们过来过那个才能过那一次。我过这边，你等过来吗？大家早上好，现在我们要开始每天早上的运动，然后一般周末我就会拉着他和我一起。然后这个是我今天准备的哑铃，我最近给我自己会有一个计划，就是要减脂，还要把我的上半身的这块给它练下去。反正我觉得我的脂肪需要全身都。哪儿都需要减。我们先来做个 warm up。What you do for a warm up depends on the kind of workout you're about to do and individual muscle imbalances or recovering injury.
最爱的巧克力。是的。完成了我们在后裤子今天最后一站的购物，回家。OK。来一张，更两张。嗯，真的，我之前天天在看那个北美选情快报，美国有多少里，现在就是无所谓了。100万里。